哎，上班迟到又是你们两个，能不能学学别人？还有一百啊，一千，包月，放！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一个新人，你学他们两个啊？这马上天冷了，不知道啊，能不能自己努力赚钱买辆车啊？啊，路上车太堵了，我都不知道开哪儿了，都送你了，是吧？开哪儿？我这老师杰啊。阿斌 啊，下了班送我去李总那里看看。不是，老板下班了，我还约了我女朋友呢，没时间啊。大哥，这李总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，200万合同马上到手了。李总开会所那个吗？对啊。哎，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啊。行，你快点啊。喂，爸。你让那个开会所那个小李来看我们公司。小李。对呀，什么牌面，还让我们老板亲自去啊！快点啊！啊，行了，老板，他明天下午他亲自来啊，你在公司等着就行。我在公司啊。啊。小宝贝们，听一下，给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家呢拆迁了，这公司呢我就不来了。来，这是发给大家的补助啊。哎，老板，你家是住列德村吗？对呀、啊，之前不是带你们去玩过吗？啊，那你先等会儿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好。喂，爸，你怎么把我们老板家的房子给拆了？不许拆哈，绕过那儿。你拆了我怎么工作呀？行行，好好好，这样哈。好，老板，不拆了，不拆了，我们继续工作啊。啊，不是，就算不拆了，这一个月房租好得10万呢，我也拿不出来呀、啊。哎呀，什么房租不房租的，老板，我让我二舅把房租给你免了。啊，二舅，那就算。哎，老板，来，这卡里200万，你拿去随便花，不过再问我要。200万？啊，拿去随便花，不过问我要。这是100万。